I have been watching him play for a decade. Arguably the most successful pro gamer in any esport in the history of this planet. From KT Rolster, some call him God. Others call him the ultimate weapon, Flash!哎，这个图我有印象了，这个不是有一次那个司令和教主打过这个图是吧？对，然后司令好像是正面被压住了，是吧？嗯，压住之后他用运输机空投，还好像还出了航母，但是最后还是没有能够翻盘，我记得是这样一场比赛。哎，啊，这一次可以看教主也是终于有了变化啊，在一张新的地图上啊，教主祭出了运输机空投骚扰啊。正常的话，教主之前打 TVP 一直是一个单坦克防守之后，然后就双重攻转雷车骚扰的一个战术，但是这次的话，确实这个地图比较特殊，有一个高地。啊，这地图背后的高地就是给我们教主量身定做的啊。这个空投的话也是双方相互骚扰，但是啊，看一下琴瑟的双线啊，这个甲虫的话已经是被打了三炮。感觉还是禽兽亏啊，能不能给 SCV 核心去打一炮啊？打到这一炮的话，可能会打了大概五六个 SCV 左右的样子。这里要坠机，确实这实时画面相当的模糊，我自己也有点看不下去。那你就调高一点也行，反正我怎么都是卡。啊，我看那个，我后来调了一个有高清的，我看那个画面。那个没有声音是吧？对。哇，这个教主这边细节操作又出现了一些小失误啊，把这个前面雷丝给送掉了。教主这个多线啊，确实真的不咋地，但是这里啊又是一波空投。禽兽的话，他现在把主力龙骑是调集在自己的三矿位置，那么家里又是空虚了啊，这波赶紧去屠农啊，还在这买什么地雷。好的，把教主这高地上几个坦克还是非常的给力。那么禽兽龙骑虽然多，但是现在也不敢是墙上这个高地吃掉那三个坦克啊，又是一波骚扰，赶紧去屠农。哎，我不知道教主为什么他这个雷车啊又失去了一个杀农民的一个好机会，地堡刚刚是变出来，感觉操作上的一个节奏或者是速度、已经是无法和当年相比。是，就感觉我的感觉就是教主有那个意识，但是他的手跟不上他的脑。然后这里的话，他的正面已经是被禽兽吃掉了。那么禽兽家里主矿也已经有地堡，分矿的话也应该是有地堡。现在再骚扰的话，可能空间上已经是没有一个很大的机会了。然后这里教主也是放下了自己的三矿。
但是这个运营的话经济上也已经是比神族亏了，然后就看秦社什么时候对教主发起正面进攻嘛。主要这个地图确实两点之间距离有点远，神族如果全部真的是把全部主力拉到正面跟然后来打人族的三矿的话，他家里就会有点空虚啊，然后容易被这个，你看这一波貌似是想蛙跳空投啊，是接力空投应该是，但是没有很大的机会重攻。那么秦瑟正面兵力是绝对不虚的，这一波操作上的强吃感觉教主有点机会，但是秦瑟后续的龙骑已经是快改过来了，且打且退吃掉两个龙骑，正面进攻的同时侧面想进行一波空投啊，能杀农民能杀就杀点农民，杀不了农民干扰下你的操作也行，但是最好是能保证胜利的同时这个打得精彩啊。不管怎么样吧，教主他肯定有自己的想法。好，秦瑟正面一波已经是捅了过来，这个人口的话我感觉秦瑟可能已经达到200左右了啊， A 了过来，但是教主只有120啊，直接是应该被 A 穿是没有疑问。那么今天比旅还是在群里发了一个那个教主的一个什么球赛的胜率是吧？是啊，那是我发的啊，你发的是吧？那个是不是有点黑我们的教主，还是我们教主真的没有发挥他的实力？那个确实他只捅又是一波冲锋，刚才那一波啊，就我就感觉这个 Best 的至少多教主50人口啊，也是把教主的坦克基本上冲得零零散散，这一波我感觉真的直接要冲死了。在我教主现在画面中只有一个坦克直接 GG 了。现在想想老毕真是善良啊，他是为了给教主留面子。你想你刚才说一线选手教主现在可能跟他们练习都比较吃力，那老毕绝对是一线当中的一线的，一流当中是很刚。 Best 的龙骑直接迎了上来，现在双方在拼操作。哇，这个龙骑操作很优秀啊。好，挂了一个还好对损失了以两个枪兵三个枪兵的代价换了一个龙骑。看，对，我觉得你估计的应该很有道理啊。教主确实，他现在应该是对自己的操作不是那么太有信心。个门口，正常来说做的比较好的，那么他的雷车后在秦瑟的二矿门口，秦瑟他的龙骑出门啊，就有可能是被溜。前期这几个龙骑其实用来防守的话，还是非常的吃力的。那么这里他没有做好一个预警，也没有做好一个溜雷车的准备，只能是被迫硬战啊，硬战这个三矿。自己的坦克的话，教主也已经是保不住了。这一波交锋，从局势上来讲，还是人族小亏。那么之前其实教主的比赛我们也一直在分析啊，就是说教主之前看起来非常的无敌，主要他的运营非常的强大，但是运营强大是建立在你前期优秀非常非常危险的，因为前期的教主兵力确实非常的少，他每盘都这样打的话，就是每盘都是容易被抓，包括昨天跟宝儿跟火星打的几盘也是前中期被对手压得非常的凶。对，我也想说这点，就是包括昨天这个跟宝儿还有之前跟迷你啊，被迫做一个仓促的一个防守。对，那么如果正常来说，教主这个打法其实从大局上来看打法上是没有问题，防守的话如果做得更优秀一点还是可以防下来的。第一时间你雷车电脑看确实卡了，所以如果你的电脑卡的话，可以试一下手机下一个龙珠的 APP。
这 base 的好坏呀、啊！啊，看教主这里操作，好，建筑局还是挺不错。那么这里的话，其实操作的话就用 SCV 啊，跟着 SCV 跟着这个叉叉兵，然后操作枪兵就行了。正面赶紧先造 bunk 再下 LGG 啊，这里教主的选择还是我感觉是职业时期的选择，他的意思是在意思，他如果他根据他职业时期的意思就是说我啊先造基地，一定要先造下基地然后再造 bunk。 对，就像刚才更稳健一点，是更稳健一点，先造 bunk， 先把 bunk 造起来再造基地，其实也不亏的。对对对，就像你刚才说的，刚才谁有提到这个对吧，职业时期、巅峰时期，教主单重攻就开三矿是可以开啊，但是那是巅峰时期的这个教主的一个操作和警觉性。刚才上一局我也是有说到嘛，这个就感觉教主最大的问题就是操作啊，或者说多线操作啊，就是说他的手现在跟不上他的脑，他的打法还是就是说对兵力的判断呀，我这个能不能 rush 下来呀，或者我这个能不能守下来呀，都是以前的一个。记忆中的一个判断。感觉秦策这个叉叉裸奔确实很威武啊，你看这里第二个杀石啊，一个枪兵，然后教主这里是有枪兵是慢慢积累起来了，虽然说这个叉兵又送掉了，但是秦策后续其实也已经是两矿已经开起来了。那么神族的经济其实是比神族二人族稍微好一点，那么前期送几个叉叉也是问题不大。嗯，好了，教主要开四矿了，哎，这样看来教主运营又领先了。对呀、啊、禽兽这边六点钟还没有下基地。但是 base 的这边科技速度肯定是要更快一些，教主这边目前还没有机场。教主还是先放下更多的重攻，然后先把防守做好啊，攻防和科技可以慢慢升。人惊叹前面没有一个大的交锋啊，其实教主他还是比较喜欢这样一个节奏。那么接下来就是升攻防爆兵，然后防传送，教主开始马防空了。那么这里雷车的话也是想在埋完地雷之后想试图是能够跟对手换一下农民，但是也找不到好的机会啊。好，禽兽现在已经是开始寻求战机了，已经是200人口按捺不住自己
骚动的心情啊，一波是 A 向了教主的四矿，但是这个口子并不是一个非常良好的打击点啊。为什么要从这里冲呢？配合阿比特的传送声东击西，然后打掉对方的攻 VA， 以及还利用了运输机啊。这次如果你强冲的话，很显然是不太理智，而这边 Best 也确实啊迂回了一下，选择了更广阔的一个地方。但是这里边感觉兵力上教主是占有优势啊。教主他人口没有满200就开始选择出门了，有点草率，还是有点草率。他的兵力的话，刚才雷车是太多了，雷车没有进行跟对手一个 prob 或者是叉叉兵的一个交换，导致整个教主这里其实细节上其实还有很多没有做到位的地方，然后防空数量其实并不够，另外的话也没有野外也没有一两个雷车，看一下景色到底是左下角也没开矿啊，在这里光顾的家里防守了。这一波传送的话是只能是啊送了，传着传着就送了，叫传送哦，传送传送传了之后就送是吧？对。911好，小肚子哥好，水友们好。啊，五幺八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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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幺八。但是今天真是误打误撞，我都没忘记今天有教主的直播了。对，教主，而且教主今天提前了一个小时啊，他也是临时改的，他这个改到7点直播是吧，用我们这边的时间就是他们快要到6点的时候就提前一个小时多一点才在那个自己的论坛首页发了个公告啊，所以包括韩国那边好像刚才有水友说这个观众也是比往常低一点啊，因为他们也不太知道这个改动啊。现在刚才已经是跟 Best 打了2局了，这是第3局啊，你应该也有看到现在比分是0-2，惨不忍睹。哎，没想到今天一上来就是这样的惨不忍睹的一个比分。哎，大家也是非常欢迎你啊，这个一色的神皇东海来了。我觉得教主这一局如果能赢了的话，518你也是时候可以考虑一下，就是说向大家表露你真实的身份了。其实我真的就是东海，其实大家说的没错。啊，感觉这一盘教主真的要赢。这个位置这个矿必须要守吗？他是一个低地打高地，他多亏啊。而且刚才你说你有大量的叉叉上去，和你应该和你那边没关系，应该是在我这边也有点问题，我看一下。啊、哦，好，又是 best 啊，继续的战。好，现在第4局啊，话说，啊，现在刚开局也没有什么太多可说的啊，我突然想到，其实我和九幺星，所以很多地方看不清楚啊，很多细节不是很明白，这个还是这个标清都算不上啊，甚至低清啊，
所以小地图上有一点花，然后这里也希望大家谅解一下。应该是教主探路是悲剧了，但是在右下角是并没有探得很深入啊。这探得不是很深入的情况下呢，就是没有发现 burst， 它是居然出现在右下角啊，他那么的错过了第一点探路的机会。小柱子哥，我没说错吧？我这里看小地图看得不是很清楚哎。那个正好群里边911给你发了一个链接，你可以试一下那个，看哪个效果更好一点，流畅度和清晰度。好 ，OK， 没事，我现在在单位，我是网是很好的，我去换一下吧，这个标清实在看不清。运输区飞过来了，我感觉这里教主要招了。好，我们看这运输区如何走。我们看这枪兵数量是不足的，等马上把防空临时补起来。我们看黎波，黎波一炮，好打了不少。黎波应该还会有一炮。518太有才了，我越来越喜欢518。对，我也很喜欢他这个风格。另外我觉得518的录音质很好。518，你这个是不是在录音棚里？我感觉那个效果非常的好，你这个说话的声音。没有，我在办公室，我特意借用我们单位的这万兆光纤来撑一下。啊，确实。你那边自带环绕音响，你知道吗？对，而且我感觉518的这个麦啊，不是我们不是那种我们这种10多块钱的那种。对，你那种肯定上千，我估计至少。No, 我这个就是那个我笔记本这个自带的那个内置的麦克风，就是因为这个环境比较大嘛，它会形成回声嘛，就声音比较听起来可能会稍微那个一些，因为办公室大嘛，然后人都走了就特别安静。对，这边这个贝斯的话，把这个龙骑和这个 Libra 这个强行的放在这个三矿处啊，延误教主的三基地拍下来。对，而且这里我感觉教主会很头疼。好，我们这里的，我感觉教主这一波上不去，肯定上不去。龙骑数量非常多，而且这个黎波是可以往下面投的。好，他怎么会选择在这个点？对，这基地，这个地方是抢点基地了。坦克，这坦克也要没基地也要没啊，是教主狙击了。哎，教主这个其实。我觉得他不合理啊！我之前听某位大神说过，那个斗魂上开三矿坦克是没必要上高地的呀，这地底下架着就可以那个开三矿了。不上这个不开三矿，这个高地是肯定要上的，就是说不是那么好上嘛。不上高地的话，他龙骑是有一定的空间的吧？就是说。如果你拖 SUV 过来的话，他黎波一炮打下去，你可想而知那是多么的凄惨啊！这里其实大教主这里开矿已经是亏成马了。神族不管是冰冻来说，还是正面冲锋来说，还是闪电来说，把人族憋在这个桥里面冲，还是有优势的。但是 BOSS 好像并不准备等，这里 BOSS 去抓了一个很好的 timing， 并不准备等。然后这个时间段交换也是对 BOSS 来说是一个值得的。我们看雷射并没有，击击了。雷射他们的 burst 的差非常的多。我们看 burst 的跟神族很多神族不一样的时候，他选择了哇，接了至少是30人口进行一波冲锋。对，不是刚才那个小桥口教主拉那么多 SCV， 正常神族是不会冲的。这 burst 不会是 burst 呀？对 ，burst 非常的了解教主。好，我们看这个最关键的时候暗淡一场了。还是 burst 吗？好的，教主找了一个二线选手。哎呀，你看刚才，现在终于知道刚才电话打给谁了。哈哈。Nice， 教主。现在也如刚才518所说的那样，教主脑袋大，脑容量也大，所以很聪明，所以很机智，所以他果断就换了对手。
他也是找了一个慢手踢啊，啊，我们陈老师啊，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陈老师的运输机是不比笨手的差呀。老师也是一个偷神啊，老师家里才刚刚补到三级，你帮我打飞刀打枪兵。好的，这样的话老师这个离波无敌了、哎、我们知道陈老师的离波操作是非常好的呀、哎、优秀。哎呀啊，选择接兵吗？好，好像没有准备接的意思，还是一波雷车暂时用地雷控一下，还是可能是准备墙上这个点位，因为用地雷接在后援，然后接力空投准备墙上这个点位去吃掉这一片矿，不想吃掉这一片矿吧，至少是说给神族一个很有力的一个骚扰吧。我们看到教主这里是很英霸的，把坦克架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像是有离波和好、啊、对方如果有运输机的存在的话，那么教主就不要再纠缠了，就是坦克走吧，坦克走吧，投下来是没有意义的，投下来是没有意义的啊，这样人族的运输机跟他去纠缠是没有毫无意义，已经是满人口了。哎，这个声音含弹量很高啊，至少三个加号。没，东海哥接到了女生的电话，比这个解说的时候声音压得更低啊，更这个中低了。喂。好，这边一波传送是传到了教主的三矿，刚才好像陈老师那边是出了航母是吗？对，那出了航母的话，那这一波传送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啊，但是教主这边突然是加快了推进的节奏，现在已经来到了，已经过了桥口。哎，这个航母为什么不操作呀、啊、陈老师啊，我教主这个打飞机功力还是挺强的，你看我那这一波老师是被防住之后的话，地面已经是没有兵力了，只有这些大白菜啊，貌似有点卡起来，不好意思啊，懂得呗。我靠，不是心灵还会说出这种话呢，九幺幺说什么？你欺负这里教主，我刚刚接电话的时候也是看了一下啊，我感觉教主怎么说呢，在自己脚都没站稳的时候好像是选择了一波陈老师离基地已经不远了啊，老师这里唯一可以站的就是他的一个航母。我们看陈老师十二点这边矿掉不掉吧，这边矿掉的话陈老师就可以走了，但是现在最不好的一点是航母居然被 Golia 截开了，救不了自己十二点的矿，这个矿对于老师来说太关键了呀，但是其实我们教主也好不到哪去啊，自己家里也是回来的时间太久了，但是我觉得教主必须得回救，不回救我觉得回救他就GG了，为什么？哎，但是我们教主这个细节啊，他居然把坦克分掉去找他的三矿，你敢信吗？我们城市这里的航母，哎呦，小飞机不够格利亚打呀，格利亚太多了。
我们看到现在这里陈老师这高最关键的航母，看能不能是否能够一点点的把这一波国内亚嫖掉。如果说能嫖掉的话，陈老师还是有一丝生机的。但是我们看到国内亚数量是越来越少了，但是航母的飞机也是越来越少了。陈老师现在是否还有经济出小飞机呢？教主 GG 了。陈老师是否还有经济出小飞机呢？我不知道陈老师现在是否还有经济。如果说没有经济的话，我感觉陈老师这波小飞机会越打越少，打到最后打没了。我要把你知道，你知道航母叫什么吗？航母 Corsair 不是吧？那是海盗。啊 ，Corsair 是海盗是吧？嗯，航母还真不知道。Kelio。哦 ，Kelio 啊 ，Kelio 思密达。哇，哥！我们看这个航母也是上能拆它的矿啊，下能打它的经济啊，这个出兵点啊。就是现在关键就是说，陈老师是否还有经济？哇！现在陈老师只要有一矿的经济支撑，这一盘陈老师就稳操胜券啊。这个出兵点啊，就是现在关键就是说，陈老师是否还有经济？哇！现在陈老师只要有一矿的经济支撑，这一盘陈老师就稳操胜券。阿西。是一个练习量的基础上，就像我们平常说嘛，对吧？其实大部分人的一个水准，在自己的一个领域、工作领域或者是擅长的领域，都不足以到拼天赋的程度啊。什么时候拼天赋？就是你已经非常非常努力了，你站在一个较高的这个领域，算是顶级高手的情况下，你才会发现啊，真的有天赋稍好的那一个人。我觉得还是以运输机为主。为载体吧，就是说看是空投大可还是空投离波，这个我觉得都会很精彩。我们看教主这里好像放了二矿的话，这个空投也会来得晚一些啊，那么教主前期的压力也会小一些。那我们看教主这个 VF 放的位置很好啊，这个刚好在这个路口上啊。那么这里两个龙骑也是在嫖着他的 bunker 啊，但这个并没有什么卵用啊，只是说赚一点零花钱吧。我看一下了人族的操作。是的，老师这里是用230的 APM 嘛，跟我们教主对战，确实不容易。230对320对吗？打了两个枪兵和一个没造完的 BT， 然后就死了。这个陈老师站出来，保证我不打死你。热死了。好，第二炮要招，要出事。好，这个陈老师这波冲锋非常漂亮，虽然说自己监测了所有的这个龙骑，但是也是把对方的坦克换了个七斤八两啊！这里居然有一个哥利亚！好的，哥利亚被这个老师点掉了，我们看，但是不久矣啊！我们看这波
陈老师是用是依托运输机进行一个压制，啊，这里尼布也是打出了一炮，啊，但是打在雷特的身上，但是好在是陈老师这里是有一个高地优势啊，那么打掉教主这一边是没有问题的。啊，哇，这一炮坦克居然连续轰死了三个，我们看龙骑好像在傻了啊，在走鬼步了。啊，从这个点位交换来说，啊，双方的战神比都很高啊。我刚才一直在看老师的那个第一视角，我觉得老师这个 HM， 在瞬时竟然是飙到了280左右的样子。他在操作那个正面交锋的时候，我们看这一波老师带了阿比特，然后这一波其实打的还是很不错的。对，就是至少是他操作很细腻，啊，非常的细腻。对对，确实很细腻。我们知道，你看这样子的话，教主如果说12点钟站不住，他这里马上就是由攻为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他这种地图永远都是双刃剑，在你想进攻别人的同时，你的滩头阵地啊，是啊，又是给你们砍距离机，就是说你的滩头阵地当被人家推翻的一瞬间，我们看这里好像教主真的是要跟侠义干起来了呀。好，那么我们就看看教主在 TVP 被打成马的情况下，能否在 TVT 上打出一点精彩的。啊，这里有谁又说带我去碧头德啊？你是认真的吗？啊，不管你认不认真，我认真了。啊，这有谁有发了长沙星际群啊？可以再发一下啊，我也加一下啊。啊，这里有谁有在玉兰路啊？我表示我跟你好近啊！啊，我这里把我的微信发一下啊，长沙可以一起玩的谁有加一下我微信。
好，我来了，不好意思啊，刚刚有些学友加了我的那个微信，然后居然有我老乡啊，我表示非常的激动。我们把重点放回比赛吧，既然生意已经好的情况下，我们看这里教主是，哎，我们看这里居然是对方已经是首先的隐形一波雷是对教主一个奇袭，但是教主这里是有一个瓦格雷的存在，是完全吃了对方这一波雷斯。那么好呀，空军一死，我们狭义的打出了GG思密达，大教主终于赢了，打赢了。很让人揪心的一件事。好，我们看教主这里一把雷达撒过，好像侠义家是有一点空虚的，教主这里并没有选择围啊，但是啊，但是还好只有一个哥利亚的存在，教主这三层兵就是有惊无险的还是回来了。如果说把这三层兵稳住在侠义三矿的点位的话，还是有很大的优势的啊！教主现在应该也是要去找一下侠义是否在右下角有偷矿。好，我们教主也是把这三船兵拉回来啊，让 SCV 对于运输机进行一个修理啊。那么从这个细节上来看，教主可能待会还是要酝酿一波空投。我们看到教主已经是转出了雷斯啊，虽然说是少量的雷斯，但是在侠义的压力是非常大。好，我们教主这一团兵是直接投到了侠义的三矿，四个农民四个雷车杀农民也是不亦乐乎。好，我们教主雷斯此时也是动了起来，但是我们侠义已经不给他再虐待他的机会，打出了GG。아직까지는게임많이안해가지고모르겠어요좀더게임많이해봐야되지않을까요그러면이제까다로운사람이나오겠죠지금한명당뭐진짜많이해봐10게임했 TVZ 也差一点，毕竟你说 TVZ 的话当前最强的 Z 对吧，这个好，坦克来了，然后兵马上飘一下把坦克盖住，好让你没有办法骑射，然后被雷车斩一下，一般出到四辆就可以出门了。Best 和这个老师打的经验，这次第一下的是比较早，已经开始放了防空，但是没想到对方的这个运输机来的 timing 还是更早了一点，里边应该是一个金甲，哇，金甲自制 SCV 很密集，好，还好还好，啊，很危险啊，刚才。不过幸好这个主矿封矿的 BT 都下雷奥卡呀，神圣的卡拉，我已经是管理了，给个面子好不好？
我说的是我的实时画面卡啊、大家那个直播画面应该没有卡啊、我要是不说话了就是我这边卡了。哎，这个啊，这灯哥，灯哥这是仁义吗？啊，灯哥也是在拉扯阵型。啊，这里教主的阵型保证得很好啊，灯哥的话且战且退。那么经常看灯哥比赛的观众就知道灯哥有这个风格，灯哥的话他永远是会来一波强烈的冲锋啊，就算要打GG也是在冲锋的路上啊打出GG。那么这一波交锋之后，我们看到灯哥是损失了一半的兵力，那教主的话相对来说损失会小一点，教主后续也马上要赶到之后进行退，已经退到了灯哥二矿入口，这里灯哥有点危险，正面是已经是顶不住了。看教主如何来推矿，这二矿的话看来应该是掉了。现在登哥的部队刚才是损失了很多叉子兵啊，现在是以外面的部队是以龙骑为主，所以刚才面对这一波架起的坦克感觉是非常的怂啊。这里的话是利用龙骑来吃掉一些雷车啊，脱节的雷车，教主这里的阵型保证的不是很好，但是教主后续坦克又来了。哎，教主这里选择了坦克是一半支架一半是平推啊，教主这个选择其实我觉得教主他对阵型以及是兵力的一个把握还是高人一筹。我们往往看到以前很多的人族选手喜欢是坦克全部编队之后啊，遇到神族部队就全部架起来，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好习惯，坦克只要适当的啊架一些，然后另外一些平推做一些跟对手的一个叉叉兵做一些直接的交换，是非常好的。啊，这里双方都是靠近200人口啊，啊，就看这一波交锋是怎么选择了。啊，教主这里坦克架的有点晚。好的，灯哥又刚了起来。哇，后排的坦克输出很给力。对，损失了雷车，然后坦克的话现在数量非常的多。对，这一局的话啊，又是让我们。好，进入第二局。E 还是先下 BA 啊？而这两次教主都比较稳，这个 BE 的话，哇，这龙骑数量好多呀！这龙骑数量显然是双兵营的神族。我感觉这个龙骑数量，灯哥是不是没有开矿啊？后边是不是接 VR 什么的奇奇怪怪的东西？这边强点农民，
哇，这个操作非常犀利，点掉了四个农民，而自己没有损失任何一个龙骑。哇，龙骑直接进来了，这边 B0 啊是点不到，点不到坦克，但是我这边可以平 A 控地。这刚哥果然是刚哥呀，太刚了。啊，感觉快把 A 啊这三个环节，他是做的非常啊，应该说他就是做的非常的那个怎么说呢？执行的非常到位了，对，执行的非常好，然后做好这三个环节，他就能够出成绩，很快一波，对不对？那别人就不敢这么偷了，然后他再偷一点，这样子才成立嘛？你说啊，只许我偷，不许你偷，这个完全这是不存在的事情啊。也就是，而是先用一个机动兵力，让神族不敢，不敢那种出门。哎，完了，来了，来了，不，直接切进去，奔着 VA 就去了。哇，这个一个声东击西啊！但这正面教主，战略上教主已经推到了他的门口来了。对，所以他也会丢矿。看一下这一波，他那个能占多大的便宜吧？这波传送。我觉得教主已经插入的足够深了，他已经来不及回去了啊，他也没打算回去。哇、啊，当哥同时又分了一波部队去打十二点，可以啊，灯哥。我们刚刚那个教主出门的时候没注意，教主他这个运营方式，他现在有多少坦克？一堆半还是两堆坦克样子啊？感觉好猛啊！对，教主这边也是分兵，同时可以打你的三矿和四矿。哇，这个水晶堵这个冰洞把路口封住，灯哥 nice 啊、但是家里的部队貌似已经这个教主家里面已经是一片废墟了，传送来还不少。但是我说了，这个 TVP 正面一崩的话，就是你至少会掉一到两矿。我看这个架势，教主又有点想打上高地，但是被那个灯哥及时的一个冰洞把路口给堵住了。我感觉这么换，我觉得灯哥右下角应该是有矿的吧？对，正常情况下是这样。对，正常情况下应该是有的。咱不说那边已经建立了一片出兵点啊，但是，我觉得教主要GG。对，教主现在只有一百多人口，130多人口。那个是不是显示那个数据显示教主的那个人口是红色的？一变红了。哎，你们怎么看得清楚啊？我只看到那个，因为我发暗，因为我直接合着直播画面看呀、啊。我看了直播画面。其实我这边直播画面只延迟了两秒钟。不可能吧？要是两秒钟，那完全来得及啊。对，不可能，你别吹，你要两秒钟不要吹啊！911都没有攻克的技术，难道让你成功了？真没有吹啊！这是跟网络有关系的，这跟911没关系。不可能吧？911，你出来扇他脸！不是韦德，难道就在我的直播机那边看着？没事。你好，我们看灯哥已经看能不能把教主的这一片风矿的基地给拆掉。但是灯哥的主家已经没有了，拆掉了。哇，灯哥还有这么多兵啊！你看这茫茫堆地，好恐怖啊！好，这两把闪电闪得很瓷实。对。结果他发现来到正面已经推到你脸上了，你还没有阿比特，那你就是没有了。我灯哥这边有一个一把冰冻，但这远远不够啊。哇，这个阿比特好憋了好久才出来，他怎么不给自己的部队打？灯哥为什么？哎呀，这么冷啊！我靠。我刚才看灯哥的视角，一点钟已经是开了有十分钟。哦，有十分钟了。你这起我大了，聚局观。不是，我刚才是看着这个，直播屏幕的，我看他撒了一个是没有红点的，然后我就说没有。
然后现在看清了，那红已经不是红点了，是一大片红色，红斑蓝创。我这里现在感觉朦胧中就有点像那个，哎、我操，那个虫族喷出来的那一个黄雾啊。其实我刚才就想说，如果一点钟也有的话，然后教主这一波推进还被挡回来，那教主就直接 GG 了。嗯，就很难的。教主能坚持的唯一的理由就是，要么我还有一片矿，要么就是对方没有其他的矿。但现在两点都没有做到，然后正面还推不掉对手，那就只能林俊杰了。小猪，你知道我为什么经常喜欢说小地图、小地图、小地图？我打星际有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屁吧，就是我接受不了，就是地图是黑的。我哪怕是我，你们发现没有，教主的这个人口是越打越少的。嗯，他如果人口越打越多，他还是有机会啊。这里面还涉及到这一点，就是灯哥的那个矿被也被消耗了，包括主基地被拆了之后，他很多建筑也要花很多钱，所以灯哥刚才正面那一波打了之后，他后续的暴兵还是会受到一点影响的。啊，教主好像很有希望把这个右上角给推下来，嗯、然后表示这边他要经营一下右上角。看一下我们灯哥在这个和平时期能不能又把他那个左下角啊，甚至包括六点钟那一块又把它开起来。有可能啊，东哥好像又搞了一波传送还是怎么？哦，是直接过来了，又把教主的三矿打飞了。好，这一下东哥很聪明，打了就跑了。嗯，教主的部队在地图中间各种横行啊，然后东哥就是想办法吃教主的矿。嗯，教主是如何做到的呢？教主，他只有105的人口，啊，我看一下，灯哥已经是有160的人口。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就是教主马上就要GG了？但这边守不住啊！看这边守，我感觉这边守不住，肯定守不住。GG，160的人口应该是什么？因为我喜欢你。而且心灵，当他某一个问题回答不出来的时候，如果他同时几个问题回答不出来。他会以不同的方式去迂回的说，比如说啊，过几天我再怎么回答你啊，然后下一句的话是过几天我再去问谁谁谁，然后再下就是过几天我再，就是可能有时候会耽误他几十秒啊，甚至更长的时间，甚至一分钟啊，有的 OB 造的晚的，他必须造 BP 啊，等 BC 好了把你的狗打掉了他才能造那个建筑。对，哇，教主这波出门啊，有点不讲道理了。嗯，有点仓促，对。不过好像我们灯哥遭不住了。嗯。坦克都，关键是教主操作的很好，坦克都受伤了，但是还剩了好几个没有死，12点的分矿。对，教主表示这种 BT 加雷加坦克的那个的话，神族的话，用一点小部队还解决不了，很麻烦。所以估计这个。然后神族又没办法去进攻教主。对，啊，教主这盘要教登哥做人啊！这个四矿开在这里，完全就，哎，没法踩。刚才教主的那个雷的视角看到登哥的一个运输机飞过来了，不知道哦，有一个运输机。不过这个运输机的话，应该不可能有甲虫吧？有，如果是引刀什么的，没有，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成效。对，从雷被排除的情况来看，应该只是运输机本身没有带住，把那边堵住了。登哥正准备往回撤的时候，现在有点看一下登哥能不能用这个高地，能够多换一点兵。哦，这一波主力部队全部都要，应该都要挂葬送在这里吧？应该。嗯，但是这也要看一个消耗，看看这个灯哥能不能消耗足够的人。目前来看的话，灯哥这盘已经大势已去了。嗯，消耗来说肯定是神族消耗会多一点，因为对消耗机械化的攻防还是比较高嘛。啊，这个，嗯，因为刚才灯哥好像是把刚才那个小高地上的龙骑拉下来了，然后又被这边的几个坦克轰一下，然后那边一接应过来，基本上没有打掉神族很多兵，就消耗了。
看一下登哥能不能用出神奇的航母。不过在弹炉七这个地图上，航母的效果还不是说特别好，因为地图中间，关键是中间那一带太宽敞太平整了。是的，可以利用的高地都在边缘。登哥的航母已经被赶回去了，然后教主主力部队是节节胜利啊。教主现在已经没什么压力，登哥应该会打出。突然是没打。我正准备说应该会打出积极，登哥。刚才那一正面我们刚好拼了一波，而且迅速在那个神族四矿那个十二点的小高地上面是吧？雷呀、BT 呀、坦克都加起来。如果那个时候你有足够多的兵力，你还能把我冲下来。但是如果你少量的兵力冲，登哥也有这种基本的意识嘛？那个直接把我的二矿给端掉。对 SKT 的话就是对，要靠操作一个基本功。基本上主要是以这样子吧，就是说比如看你的神族的开局，你的开局就是正常的一个单机的一个流程嘛。然后如果你的开局你是一个单兵机一龙骑开二矿的话，那么你就是说肯定是压力比较大了，你得就会被就你的龙骑大概四个龙骑都会被 SKT 压在门口，那么这个时候你的操作的空间比较小。然后如果是你是一个三龙骑，就是龙骑不停的时候开二矿的话，这样你是一个三龙骑压在对手门口，你可以就是你的龙骑可以往后撤，边撤退边操作，对吧？对对对，就是这两种，就是两种不同的开局，它一个操作的一个方法就应该不一样，就是说是能说操作龙骑了。我只要在前方操作的话，我后方的阴影就是基本上就是零，就纯粹的零。然后有时候过来的时候，然后后面那个兵营都忘记造兵了。反正很多是传说中的80 IPM 的大神了，IPM 80。哦，我玩神族只有那个 IPM， 我主要玩虫族，但是我喜欢打。我不会 PVZ， 但是我一般也一汪，然后其他的开局我都不是很怕，就是我最喜欢别人跟我慢慢的打，用我微小的狙击关呢，基本上也是十几左右的还都能打的，人族的话，如果再高了就打不过了，小狙关，我现在又开始进入小的时代是吧？嗯。现在又进入了教主直接搞了几个坦克，呼叫九幺幺。教主这一波的话就是，最常见。然后反正中国顶尖的选手跟他打都输给哥团，他以前水平跟我们差不多，他就是有一点很极限的。好，我们先看一下比赛吧。好，这一波登哥冲的还有点亏，看能不能把最后的一个坦克解决掉。不得，但这波你必须得冲来。但是教主后面又来了一个坦克，这怎么破你？看登哥后面的接兵呢。实际上我刚刚是关键那个教主那个雷车非常关键，他通过自己的埋雷卡住的那个下方的龙骑的一个位置。雷在星际里面也是个 bug。登哥的话，怎么说呢？刚刚 SKT 那一波的话，其实，登哥是赚了的，因为登哥好像龙骑也没有损失嘛，对不对？然后教主的话也死光了，枪兵。不过登哥刚刚稳健一点，是一个三兵营啊。天哪！老毕防那个 SKT 旺的话，就说。绝大部分时候都防得非常完美，还不是一般的好的。是的，我感觉任何人族选手在老毕面前使用 SKT 1的战术，那就是一个自取其辱的一个举动。因为埋雷这个东西，它不是说雷本身的威慑力的问题，它还涉及到一个视野的问题。比如他在你门口来埋了一些雷，也就意味着你门口前面全部是黑暗，你不知道门口有什么。对不对？它不是雷本身那个爆炸的威慑力的问题，还有一个对大局的判断的问题。对，他那个埋个雷，然后再压你门口，这一招非常对神来说非常的伤。
我刚才说那个朋友你知道怎么吗？他以前大概最开始的时候，不管他的 APM 是130也好，后来涨到150、160也好，他是那种永远几乎他能把钱总是保持在两位数啊，就是比赛打很久他的钱都能保持在两位，作为一个人族玩家100多 APM 能够保持这样一个运营的效率的话，那也是真的挺强的。他说了，他我宁愿前面完全不操作，我也要把钱用完。他就我以前总说他有那个用钱癖嘛，而且他当时级别也很低的，我就看他从什么七八级。就慢慢打10级、11级，而且他成绩还没有正规比赛嘛，都是小比赛。好，他看一下灯杆运输效果怎么样，在不能取得好的效果，灯哥估计就是会直接 GG 了。哇，灯哥，如果他还不 GG， 那只能说明一点，灯哥又投不框了。对，灯哥可能又有出乎我们意料的一个惊喜。我这个时候还能偷矿的话，我觉得有点 bug 了。那没农民都没出去啊。说之前三矿那边不知道有没有这啊？对。